诸长老、各位法师、各位贵宾、各位居士，大德阿弥陀佛！阿弥陀佛！师傅下午的开示即将开始，在师傅上台为大家宣讲前，大会有两点注意事项，再次提醒宣布：一、演讲进行时，请勿自行录音、录影或开设直播，以免影响他人及自己听法。 讲堂有专人录影，请大家遵务必遵守配合。二听法时，未免打扰到他人，请将手机转为震动或静音。师父即将上台，大众请安静就坐，默念佛号。三十十 下午的这个开示的资料啊，本来是后面哎才要讲的，本来是后面才要讲的，是,是法身的德相，那我们要提前。 提前最重要的就是说，早上啊，我们讲说，佛陀呀，充满的智慧，向佛陀学习，佛陀的智慧，我们能得解脱。但但是，佛陀的德性呢？人与人相处。 就要靠佛陀的世俗地，也就是德性，也就是德性。那么，这个、啊、佛陀的德性就是法身的德性、德相。我们要好好的向佛陀学习，因为要得到幸福，除了正正得根本质 一切法皆空的道理，还要有厚德志。你怎么处理世间的事情？如何人与人之间来相处？我们的题目是：活着就是要幸福。如果向佛陀学习开智慧，也向着佛陀。 学习如来的德性，你走到哪里都会受欢迎，因为德性很重要。好，所以我必须提前啊，因为怕时间呢不够用。那我们这一堂课呢，就讲到四点。 我衡量斟酌一下，啊，总共有在这个《色大生论》呢，有列出如来法身的德,德相，有十七种，有十七种。那么，只要我们好好的学习。 拿出来，人与人之间相处，心里有如来的般若智慧，又通达善巧方便，那么这一辈子你就会无往不利。这指的不只是说出家，包括所有的在家居士，都会很受用。 但是因为它，是来自于《四大圣论》，这个要把原文拿出来讲，在消文释义，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，所以我干脆就用重点式的，还有把它。 白话文，让底下所有的人真实的受用，这里面一定会发生在你的身上。第一，我们为什么要皈依佛陀，赞叹佛陀？ 一指佛陀，为什么？第一，佛陀呀，是人生宇宙大彻大悟的圣人。啊，我现在用白话，你比较容易吸收。佛陀时时刻刻。 他都怜悯众生，佛陀对极度恶劣的众生，从来没有动一个憎恨的念头，只有怜悯众生的无名，只有怜悯众生的无知，所以我们要幸福，要像。 佛陀的德性学习，它有四种。第一个啊，我第一，总共有十七个讲到如来的德性。那第一个，第一个分四个，那么简单了，了解一下佛陀的德性是什么。呃，众生呢、啊、叫无名业相，就是处处。 都跟人家过不去，或者第一个教导我们的，在团体里面，就是要起和和意乐，意就是意识的意乐,乐就是快乐的乐，起和和，我们说啊，或者是怎么样一个人，这样来讲比较清楚，就是。 佛陀劝导众生：我们不要搅乱这个团体。不管你身处于任何一个时间、任何一个空间，我们都应当起合和合意。合和合就是融入，合和合就是无争。 和和就是大家对团体的好，整体性好，个人不重要，因为一切法无我。所以佛陀怜悯众生，斗争的太可怕了，啊，斗争的太可怕了，劝导众生。 要起和合意，意乐，这样你的幸福就会出现。第二个啊，第一个还第一段的第二个小小段落，就是要起远离意乐。所谓远离，就是远离贪嗔痴。 佛陀在《释意翻天》所问经讲了一句话，大菩萨们就问佛了，说：“在这个世间，哪一种人最快乐？”哎，在这个世间是哪一种人最快乐？佛陀说：“无贪的人。” 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，心没有贪婪的人。所谓远离，是远离妄事、妄分别、虚妄的执着、虚妄的受乐、虚妄的贪嗔痴，舍离无明。 舍离无知，就所谓的远离。这第一个，佛陀劝导大家要起和合,合意，能过幸福的日子。第二个，佛陀要劝大家要远离贪嗔痴。第三小段。 不能舍弃众生，说常不舍欲乐，我说呀，怜悯众生啊，不能舍弃众生。众生是让你来救的，不是让你来痛恨的。诸位稍作不如意，碰到恶劣的人，他很难突破那个关卡。 很难突破，不讨厌对方那个关卡。佛陀教导我们，这样我们不会快乐。我们应当不能舍离一切众生，对众生的缺点，需要用点时间，用一点耐性。 接下来第四个第一大第一大段的第四个，就是要救度众生，利乐众生、救度众生的心不能退转。啊，这里一个结论啦，说佛陀呀，我把它贯穿一下。 说佛陀呀，是人生宇宙的彻悟真理的圣人，他时时刻刻怜悯有情的众生，劝导众生：一，劝导众生要和合，要无争，要平等；二，要远离贪嗔痴。 生灭妄想，要远离妄虚妄的执着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执着这个世间呢、啊，并没有任何的意义，因为带不走任何的东西。啊，接下来。 常不舍一切众生，要发愿救度众生；不但不舍众生，还要利乐。第四个要利乐，救度一切众生。换句话说，佛陀怜悯众生，和合,合意，远离妄事忘、妄执、妄乐、虚妄。 这些世界所有的乐，在佛陀的角度看起来都是虚妄的，然后不舍一切众生，然后一心一意想要利乐众生，利益的利，快乐的乐，利乐一切众生，因为佛陀。 具足了这四种怜悯的心，佛陀的心是一种喜悦。这么伟大的圣人，所以啊，这是大圣人里面讲，我要好好的皈依佛，我要礼敬佛陀。 我要赞叹佛陀的德相，赞叹佛陀的法身。我要皈佛，我要依止佛，这样子能得世间的大幸福，能得世间的大幸福。好，我们讲第二段。 说释迦牟尼佛出生在这个世间，他胜过一切世间的有为，切入大局灭的无为法。佛陀是解脱一切障碍的圣人，解脱一切障碍。 而我们稍微小小的障碍，就没办法解脱。别人一句话，挂碍；别人小小的举动，挂碍。我们的取舍得失，失去了本妙本真的真心，而佛陀出现在这个世间。 却能解脱一切的障碍。释迦牟尼佛胜过说证的这个果位，胜过一切世间的有为，获得的智慧周遍法界，存在着一切的现象，对一切的现象都能透彻它，因缘所生，如梦幻泡影。 对于这样的大智慧心、大解脱的，唯有一人，就是世尊，就是佛陀。那为什么我们要来学佛呢？在家闲着。 吃零食不是很好吗？看看电影不是很好吗？在座诸位一定对佛陀的真理多少有所体悟。我们来今天来告诉你啊，第一天的笑，佛陀有多么的伟大，多么的了不起。是第二段 我再把它贯穿一下，让你容易理解。说佛陀呀，啊，解脱一切的障碍。佛陀呀，解脱了一切障碍。 佛陀的智慧胜过一切世间，佛陀的智慧周遍法界，佛陀彻悟的人生宇宙如梦幻泡影，一切所知的对象，他都能透彻。换句话说，万法是心的投影。 你生命当中不要太难过，意思就是现象界都是心灵的折射，还只是观念，它只是影子。如果你坚守如来所教导的真理，内如外如，如如不动，不取一相。 慢慢的，内心不动，就像静止的静止一样，万象都可以显现出来，而你内心却不增不减。所以，我们对一切的现象，应当无所住。 佛陀解脱一切障碍，胜过一切时间，智慧充满法界，透视一切所知的对象。对这样得大智慧、心大解脱的圣者，唯有佛陀。哎呀，佛陀，我要皈依你，我要礼敬你，我要赞叹你。 我要依治你，因为这样做能让一切众生得大幸福。这第二个，第三个，佛陀不但智里啊，佛陀所讲的如来的正法啊，能够。 灭除有情众生的一切祸，而无语。意思是说，世间的除了佛陀达到了无漏的思想，就是这个世间是没有任何人，世间的圣贤没有任何一个人。 有向佛陀证的无漏般若智慧，无漏漏就是烦恼的别名啊。漏的意思就是说，啊，我这个杯子啊，底下挖一个洞，水倒进去的时候，它就会水就会漏出来，倒了满满的。 水慢慢就会漏出来，就会漏出来。诸位，如果不开佛的智慧，用无知无明的心，感觉自己在修行，这个就叫做有漏，有漏。因为迷惑还在，所以底下挖一个洞，这个水是。 没有办法装满的，这就是众生有漏，而佛陀是无漏。佛陀能够灭除众生的一切迷惑、颠倒、无明、无知，能够破除所有众生。 内心深处的烦恼，诸位，我们内心的烦恼是非常顽强的。但是佛陀呀，我们已经讲过了，他对这个这么染污的众生，这么烦恼、这么重的众生，佛陀常起怜悯心。 同情众生，可怜众生。我把它贯穿一下，第三段的佛陀的智慧和佛陀的正法，能够灭除有情众生的一切迷惑、无明和无知，能够出灭有情众生的烦恼。 对染污烦恼的众生又情佛陀除了怜悯以外，还是同情他，不与众生计较。这样一个圣人，一个具足大慈大悲、灵敏心的佛陀，所以。 我要皈依佛陀，我要赞叹佛陀，我要依止佛陀，我要礼敬佛陀，因为这样做能让一切众生得大幸福。现在讲第四段。 十七段的第四段，佛陀是开悟清净自性的，叫做无功用恨。意思就是，佛陀的境界是自然显露出来，自性的流露，自然流露能知一切境界，如梦幻泡影。 学佛只有一句话：不要被假象黏住，你的幸福就在当下。啊，我们今天为什么不信？就是被因缘产生的这个假象粘死了，就像粘着胶这样粘死了，动弹不得。所有的众生都是这样动弹不得。 执着落入外相，变成思想、概念、妄执这个假象。佛陀是无功用恨的，意思就是世尊的境界，他是自信流露出来的。无功用恨就是。 不加一层修行，恢复到原态，生命的永恒，法的底蕴，正量的限量境界，名为无功用恨。这个时候，佛陀跟彻悟的祖师是一致的。 一致的，就是说，他不不必加工用恨，自然拖年解福。断除烦恼从真忘啊，趋向圣道亦是邪。没有魔可以破，没有佛可以成，自性一如。 佛陀无功用恨，所以自然能知一切境界如梦如露如电，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被假象碾死了。啊，就算你知道一切境界如梦如幻，还是很执着呀。世尊对一切的现象没有任何的执着。 佛陀对一切的现象没有任何的障碍，这跟柏拉图所讲的思想，这一切现象皆是我们的牢狱。这跟佛陀所讲的众生执着与假象是老死不可破的，意思是，我们。 众生的执着是根深蒂固、难以摧毁的，而佛陀无所住，也没有任何的障碍。世尊这句话就很重要了。世尊常在极灭的定中，说法在定，行住坐卧在定。 十一住行在定，一切进退应对都知道，绝对的极灭思想。如来入大极灭中二六十中，不曾动过一个妄想，也不需要加以克制。佛陀对一切的问难都能解释。 对这样一个内心充满智慧、智性流露、无所铸造、没有任何障碍的圣人，时时刻刻都在大寂灭的当中计较，跟众生争执，就是跟自己过意不去。万法是唯心限量的，换句话说。 你心中没有敌人，这是智者。你说那是我的敌人，你的内心里面概念就设立了敌人，所以众生敌跟友、取跟舍、染污跟清净，会困死他一辈子。 啊、哦，这个人清净。啊、哦，这个人你看，没有人要理他，没有人要理他，仍然用二分法去过日子。我把它贯穿一下，你就知道佛陀有多伟大。佛陀自信的展现无功用恨。 彻悟了人生宇宙万法唯心限量的境界，智能能知道一切境界如梦如幻。佛陀的心无所执着，没有任何的障碍。佛陀的心常在极密的定中，常在极密的定中，对一切困难都能解释。 对于这样的智者，佛陀，我要皈依你，我要赞叹佛，我要礼敬佛，我要皈依佛陀，我要依止佛陀，因为这样做能让一切众生能得大幸福，所以我就告诉。 大家说，见性很重要，开悟见性，你才能够恢复新的原态。那是大家每一个人原来都有如来智慧的德相，不从人教。 自知正得如来，如火一般的智慧。所以，诸位不是关起门来就叫做修行。这里有个最重要的关键，刚刚讲的，常在寂灭定中。 拉屎啊，拉尿啊，食衣住行啊，无一处不在定中。对，你不是要拥我佛陀的德性吗？说难很难，说做不到。 最主要是习气跟种子在作祟。如果我们也肯下定决心，下定死功夫，从现在起见一切境界，都知道如梦如幻，心永远这样寂灭在定中，不受任何的影响。 不受境界的任何影响，这就是佛陀。啊，我们呢、啊、来到金门呢、啊、弘法呀，很挣扎，因为这个这个地方完全陌生。那我就半开玩笑的跟徒弟这样讲了。 啊，那没关系啊，没人了，没关系了。我们这一团呢，三四十个，你们就坐好 <laughs>，坐在最前面三四十个人，啊，体育馆都借了这么大了 <laughs>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好，就坐好。哎，没想到啊，超过一千人，诸位啊。 香港啊，就国际机场的，就 international airport，那里面的饭店呢、啊，非常的多，四千人。你知道金门有登记的在这里的人口，这里的人口哦，六万。 六万，你除一下，六万分之一千，就是六十分之一呀、啊，六十分之一呀、啊，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小镇了。小镇故事多，哎，邓丽君唱的，是不是？ 哦，如果来到这一千人，这个比例都不得了了。这里不是没有国际机场，饭店也不够用，能够来一千多人啊，真的不是 surprise，shock，很让我震惊啊。谢谢大家。你今天来，让我有勇气活下去。 要不然呢？没人，了，就没人了。所以我们当时候来的时候，也下定决心，没有也办。啊，结果超过一千人，这是始料未及的，我也非常的高兴啊！你们送给我的礼物，最好的礼物就是掌声。 收到，哎，收到你们礼物了，啊，谢谢大家。第四个已经讲过了，啊，第五个，第五个，佛陀德性的伟大在哪儿呢？佛陀的教法就一根气。 而教导，就像儒教讲的，啊，因材施教，有上中下根器吗？佛陀所说的经教，这些教法，依根器而说；佛陀所说的教义，这个毅力。 能开众生的般若智慧，佛陀的语言，佛陀的智慧，无论能说的语言和智慧，无论所说的教法和意义，都是善说妙法，佛陀的法。 没有任何的障碍，具有这样子辩才无碍，具有这样子尊尊善诱、善说妙法的圣人，就是佛陀。是佛陀呀！我要皈依你，我要礼敬你，我要赞叹你。 我要依止佛陀，因为这样做会让一切众生得大幸福。第五段，我再念一下：佛陀所说的经教和能说的义理，所说的义理，能说的语言跟智慧。 都是尽善完美的，这种无爱的智慧，善说妙法的圣者，唯有佛陀。这佛陀呀，我要皈依你，礼敬你，赞叹你，依止你，因为这样做。 能让一切众生得真正的幸福。第六段，第六大段了啊！为了教化有情的众生，佛陀实现种种的神通。他了解种种众生的意愿，也知道种种众生的心。 在想什么？要的是什么法？佛陀能贯通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实现种种的神通。佛陀知道往昔过去的种种因缘，也知道未来世的种种因果因缘，同时教导众生出离烦恼之道。 注意啊，处理就是对鸟笼讲的一。一只鸟长得很漂亮，却关在鸟笼里面。看哦，这个男孩子，你看长得这么帅，可惜没有智慧。 就关在鸟笼里面，哦，你看这个姑娘长得这么好看，可惜不幸福。野心也是一样，被关在鸟笼里面，她不知道如何处理烦恼啊，是不是？说哎呀，长得这么好看，咋一下子就变脸了。 这就因为内心没有处离烦恼，所以脸上无嗔呢，是世界上最美的美女。世界上啊，化妆一下的美女短暂一下，但是内心无嗔呢，那是永远的美女，保持微笑。 他内心里面不起嗔恨心，从来能宽恕众生、包容众生，这是永恒的美。因为永恒的美需要永恒的智慧，所以佛陀教化众生，就是叫你出这个鸟笼、烦恼之笼、笼子啊。 哎，被关在鸟笼，那个笼，是众生的内心呢，乌云密布啊，失去方向方向感，一辈子正在找，可是不知道找谁。对于这样一个圣人，知道众生现种种的神通，让。 众生了解啊，过去的因缘，现在的因缘，同时用种种的语言来应对众众生需要的法，引导出来，让他处离三界的烦恼。 对这样的圣人，善于教化的圣人，就是善于教啊，善于教诲众生的圣人，唯有佛陀。说佛陀呀，我要赞叹你，皈依你，我要依直佛，我要礼敬佛陀。 因为这样做能让众生一切众生得大幸福。这句话我再贯穿一下，第六段，佛陀为了教化众生，实现种种的神通，也知道众生种种的语缘，也知道众生种种的心形，内心的心，走路那个形，心形。 知其往昔过去生中的因缘，知其未来世的因缘，知其如何处理三界的烦恼。这样，对一个善于教化的圣人，善于教诲众生的圣者佛陀，我要皈依佛陀，礼敬佛陀，依止佛陀，因为这样做。 能让众生得大幸福。为啊我们现在乱了，末法的众生呢、啊，乱了。为什么？没有神通，就他就说他是他有大神通，因为他的徒弟替他传的，然后他自己。 也没反对，默认，因为这样供养也多，他不知道供养是愚痴的大负担，供养是愚痴者的大因果，因为他不知道这一层道理，你怎么去销售众生的供养？对对，这个就是名利心作祟。 本身是愚痴，并没有真实的神通。在这个末法时期，还真不好说。动不动就说他观世音菩萨再来的，动不动就说他是文殊师利菩萨再来的，是不是？哎，我对这个啊。 不太相应。哎，有一次啊，人家来到文殊讲堂，他当然是恭维师傅啦，哈，就说：“哦，上人，你是文殊师利菩萨来的。”我说：“那你境界比我高，我都不知道我什么来的。我知道是是继续轮回来的。” 你境界比我高，啊！说善知识，不要谈这个，谈如来的正法，谈一谈如何解决内心里面的烦恼，谈如何在四地色、一年六度，或者在最上身受用。 学一些实用的吧，这个不是比较重要吗？说嗯，我们是扎实的人啊，所以劝导大家不要随便开口闭口都说自己是什么佛、什么菩萨来的，这个在《楞严经》是非常忌讳的。 第七，说诸有情众生呐、啊，见到这个世尊呐、啊，都一看，哦，都知道他是善士，善良的善，将士的士，都知道他是善士。佛陀三十二相八十种好。 一看，就是不得了的庄严。所以我常常啊，劝导在家居士，因为今天居士很多，内心庄严，要具足智慧，内心解脱，外现庄严。 这个是一体两面的。你穿的很老旧、破破烂烂的，也不代表你是有修行；他穿着庄严，让众生喜悦，那也不代表他没有修行。我们要了解，修行不修行，在心住还是无所住。 法师有法师的庄严相，居士有居士的庄严相。这是我一再强调的：内心解脱，外现庄严，这才叫做邪佛。每次啊，看到破破烂烂的，我都叫他来文殊讲堂大殿你看看观世音菩萨。 也看看大势至菩萨，看清楚哦，还戴耳环呢。啊，如果我是女人，可能也会戴很大的，<laughs> 可能哈、啊哦，啊。 哎，因为你戴这个耳环呢，放蒙山起来可就很到位了。嗯，晃晃晃晃晃，嗯，晃晃会晃的，嗯，会晃的，哎，所以诸位啊，众生呢、啊、见到师尊哦，具足三十相八十种好，无比的恭敬。 知道，一看就知道是一个善事。这里啊、哦，这句话就很重要了。就算短时一见，就是惊鸿一瞥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就算就算看到佛陀，短暂的，这样刹那一见，便产生。 深刻的坚信，佛陀最有这种能耐。佛陀最有就是有这种德性，佛陀就是有这种智慧，佛陀这累积无量亿劫的善根福德因缘，成就了无上正等正觉，让众生一看，深具信心，深具信心。 为什么我教导这些居士，记得要庄严一下？是不是？啊，你你不要把它放到那个脸呐、啊，都是黑的。修行人找什么假象、啊？哎，这个就是助着一不助着。我不助着。 就是铸铸造与不铸造，把不执着变成一种执着，所以啊，我们一定要很清楚，佛陀能够让众生一看就是喜悦，升起信心。我们今天的习佛。 用世间出世间都是一样的。打过棒球的人，投球，一百五十几公里，手到一些，一球入魂，对不对？哎，看了美国那个职业棒球，那个投几十年呢。 你眼睛啊看到那个球过来，你就是怎么打你都打不到。他那一球练了几十年，一球入魂。啊，还有你要唱歌，最好是找个地方先练习。如果你这样。 在荒郊野外，这样一唱歌，连乌鸦都飞走了。<noise> 最好不要唱，一唱狗都叫了。最好不要唱。我们讲啊,啊，一曲入心，一曲高歌，一曲的一曲，你看，还是在关键呢。 位哦，如果有的人他天生就是好嗓子，从来没有表现的哇，结果在这个某一种时空，麦克风拿起来一唱，一曲入心，所有的人都站起来鼓掌，哦，不得了，这个歌声先天性的，这个学不来的。 啊！而有的人一唱歌，就像打保龄球一样，全倒，没有人坐得住那个椅子，受不了，然后要捂着耳朵，一球入魂，一曲入心。诸位，佛法也是这样，一句就见性，一针见血，这个就是佛法。 因此，我们在等待什么？我们在等待一球入魂，灵魂的魂；我们在等待一起入心；我们在等待什么？我们在等待一句见性。所以，这个见性以后啊，就 OK 了。 看到任何事情，就知道如梦幻泡影。看到什么事，就会说没事我也渐渐的有点像北京人了。上来有事吗？没事有啥事呢？啊。 我没有事情，就很南的，哎，要不然就我在讲堂学会了很多，还是学会四川话。你会四川话？哎，河南，啊，北京，慢慢的，嗯，就通了。好了，我们能够向世间求世间，一求入魂，一求入心。 一剂就见血，扎到血管；一针就见血。换句话说，哦，这一辈子你想要痛苦都很困难，你想要跟众生计较都很困难。如果你以前吃了亏，现在要谨慎。为什么会失败？台湾有一个人生意失败。 我告诉他：“来，我叫你做，你就照这样做。你把失败的原因列出来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是大环境的问题吗？那叫做无奈。写出来到最后都是自己的问题。我说，那就不能怪别人了。” 还是自己的问题。后来我跟他讲：“啊，好好的改变，生命再一次给自己机会。哎，慢慢的改变，慢慢的改变。后来又、哎、成功了。我说跟他讲啊，成功易，守成难。成功很容易的，但是要守住那个成功。” 这个要时时刻刻有相当的耐性，经验、丰富的智慧。成功很容易啊，成功的敌人就是骄傲，骄傲以后他就会破坏你的成功。所以我们要了解，世间人呐，是出世间法。如果 能够融为一体，对你的做人，对你的做生意，对你的事业，对你的家庭，这肯定有正面的帮忙。你就一句话：改变别人不如改变自己。会的人一句话就到位了。成功没有要件。 脚踏实地的一步一脚印，扎实的跟着圣善之事走。世间成功，跟着成功的有经验的人走。想要开悟见性，跟着佛陀的足迹脚步这样走。第一个，你要找对足迹呀、啊，对不对？ 跟着狮子走，你会发现一片森林、啊、跟着一条狗走，你会发现一坨屎、啊。你要跟对、啊。哎，英文不是常常讲吗嗨 follow me，跟着我。这《大自尊人》里面讲的。 愚痴的人可以讲这句话吗？就像盲人呢，骑瞎马，半夜临深烟，他多危险的事情。这意思是告诉我们，啊，盲人比喻说没有如来的正知正见，乱修行就是骑着一匹瞎马。 你如何跟别人讲 “Follow me”，跟着我走啊？所以说，很多人讲说：“我要弘法利生，做大功德。”我都跟他讲一句话：“那可不一定。”你的要没有如来的正知正见、正量解脱的限量境界。 很危险的，你认为对的，你认为对的之见，在错误的人看是可怕的之见。我讲了一句比较很直接的，一定要勉励大家的，而且是真心的，作呀，出家二十年。 都不一定有如来的正知正见，不一定。为什么你没有彻悟，你怎么要拥有如来的正见？佛的心是什么，你也不知道。我讲这个不是瞧不起在座诸位法师，反而请诸位法师一定要谨慎这个佛道，这个。 失之毫厘，差之千里。这个起步不能错，这是一个呕心沥血的呼吁，不是看不起出家人，绝对不是，这必须要说明清楚。这个意思是说，要拥有如来的正知正见，不是那么简单的。 铸造于正知正见，又变成邪知邪见。铸造于八大宗派，铸造于那一宗，你那一宗就是不行。你说你那一宗最棒，那就是否定其他的宗派咯。铸造你那一宗，你那一宗就是不行。 因为八大宗派都是佛陀的心，啊，这里面啊、哦，讲常不对，讲无常也不对，讲常也对，讲无常也对，讲有自信也对，讲诸法空无自信也对，讲诸法空无自信也不对，讲诸法有其自信也不对，佛法是用两边。 相碰，让你瓦解，无所助找。不是真有那个东西。你不要以为诸法空无自性，你就认为有一种东西叫做空无自性，完了。这个是限量境界，解脱没有能所的如来境界。佛陀为什么讲诸法空无自性呢？ 因为众生执着这个相，《这个解生命经》里面讲的，众生是死在所有的相，都认为它是真的，而且是牢不可破的观念。所以佛陀直接告诉你：诸法空无自性。好了，那诸法空无自性，这菩萨修修修修修,修，到最后诸法空是空无自性。 那我修的到最后得到什么？恐慌啊！哦，佛陀说：“啊，修佛道，修到最后变成外道断灭见。”佛陀又告诉我们有真实的佛性，说：“转过来，我就告诉你，啊，诸法有其自现。说：“嗯，那充满希望。” 所以有其自信，嗯，善根福德因缘，那么无漏智慧都把你储存起来，你放心，你不会白费。好了，讲诸法有其自信，然后有一种东西，众生又执着诸法有其自信，又落入常见，佛陀又拉回来，有其自信的当下就是空无自信。 好了，修到最后空无自信没希望了，空无自信,无自信到最后，哦，什么都不自信，那啥都晚了。哎，佛陀又说，啊、哎，诸法有其自信。你看佛陀有多辛苦，<laughs> 为了让众生彻悟佛陀的正法，不厌其烦的告诉你。 两种作为相互击破。为什么讲无自信？因为要告诉你有自信。为什么讲诸法有自信？要告诉你诸法空无自信。空有不住着，中道也不存在。这样才叫做佛陀的心。所以。 常常有法师说：“我要弘法立身，我都手跟他摇一摇，很难，太难了，太难了。为什么太难？我只有讲一种法门，特务的人不就不会啰嗦，就是入不失意。 平等不二法门，这是释迦牟尼佛三藏十二部经典，佛陀就讲一个法门，要入不思议，就是不可思议平等不二法门，你就知道哦，弘法这条路不并不好走。 而且还不能讲错，讲错因果你挑啊，要不然谁挑呢？无量无边的众生的法身慧命，你因为弘法律身救了无量无边众生的法身慧命，那功德无量。但是万一你没有真知灼见，不记住如来的正见实证。 那讲错了，那完了，因为没有特悟，你就会把错的当做对的，是不是？如果有人一直讲诸法无性就是佛，也对也不对，对不开悟的人，你讲这个东西，他真的哪能听得懂啊？然后他就会死守诸法空无自性，这是我讲的。 没错啊，佛陀确实有讲诸法空无自性啊，可是他没没有注意到，佛陀也讲诸法有其自性啊。哦，好难，这个就是，活到这一条路不好走的原因。说那师傅怎么办？要慢慢来喽，是不是？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呢、啊，啊！但是只要啊，你有一天在哪一个时空点，节骨眼上去打开了，去顿悟了，那你所有的辛苦都值得。要不然，要不然就是念念佛吧、啊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啊，致敬其意。 求生净土，是不是这个是这样教导众生就一定对呀、啊？诸恶莫作，对不对？这一定对呀。众善奉行，对不对？这一定对呀。啊,啊，致敬期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啊，我们呢、啊，如果年岁大一点的，我都跟他讲，奶奶念佛啦。 要不然来不及呀、啊，念佛，要不然来不及了。哎，如果年轻人来，我就不是跟他这样讲了。你还年轻，有本钱，何况长得这么庄严，啊，才三十几岁，哦，我都勉励他，还来得及。 经教通达，要解如来的真实意。如果小朋友来，我都很珍惜，说我会跟他，哦，这小朋友要好好的呵护，因为这个是佛教将来重要的资产的。所以啊，我们现在要知道，佛陀一辈子是很辛苦的。 好，第七段我再解释一下。祝有情众生见到世尊，都能深知他是善事。就算暂时见到一面，都会产生深刻的敬信。对于这样圣人的开导，众生唯有佛陀。我要礼敬佛陀。 赞叹佛陀，皈依佛陀，依止佛陀，因为这样做能让一切众生得大幸福。